非常的大气哦，听说请到了台南市非常有名的中破塞团队哦，来料理今天的食物。那当然呢，希望今天呢莅临的贵宾可以享用到非常好吃的美食之外哦，那现场因为也有乐团，那希望呢大家可以享受一场非常棒的音乐飨宴。那也代表呢我们主人家真的非常重视今天每位莅临的贵宾，那希望呢你们今天呢都可以非常的尽兴。好，那我们不啰嗦，带来第一首歌，我觉得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曲，是一首经典的英文歌《Kiss Me》，送给你们。